为什么美妆博主的睫毛都翘上天？睫毛打底呀。我的睫毛真的是属于超级硬的那种，之前粉丝有给我安利过这一支，我不太行，刷完以后睫毛立马变直了。大概我的睫毛像我本人一样比较耿直，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定型效果。这一支是我最近新发现的，我超级爱，没有它我的眉毛立刻打折。先把你自己的睫毛夹翘，然后从根部刷睫毛打底，注意是根部哦，不要刷太多遍，它超快速就干了，你看这样也不会掉渣，而且你就算怎么弄它都不会塌，还是很卷翘，维持一整天完全没有问题。我用这支的时候就算外面下雨阴天潮湿它都不会塌下来，里面有增长纤维，搭配它这个黑色膏体就会有一种睫毛健康纤长的感觉，真的是素颜神器。伪素颜或者是绿茶妆的话，睫毛打底就非常 OK 了，完全就是母胎原生睫毛的感觉。确定不试试它吗？